哎，我发现，那个睡觉的时候，后面呢尾骨那点会放麻，好像那个地方有点异常啊，有点异常，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，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，这里面是苦思冥想，苦思冥想啊，到底来自于灵界哪里的事情？哎，到底来自灵界哪里的事情啊？到底来自于灵界哪里的事情？啊，天上也响了，地上也响了，好像就找不到为什么啊？就找到为什么啊？这个因素啊，是物理因素啊，是物理因素，物理因素，那个是比较硬啊，相对来说比较硬，相对来说那个层面比较硬啊，相对来说是层面比较硬啊，层面是比较硬。过几天啊，肾脏的充气常常以后就没有这个症状了啊，充气常就没有这个症状了啊，那我就知道了啊，那就知道了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知道原因就行啊，再见，